要少一些了。这个内角球，贾少宏选掉，这是一个保送。对，关于这个球，其实进了一点也是不错哦。不过，贾少宏的选球能力更是好哦。这个球几乎是在好球带的边缘哦。最近的两场比赛也都没有敲出安打。哎，打第一球右半边安打出现了。贾少宏现在停在二垒。哎呦，还有想要九、九传三呢，差点是有点可能形成这种九传三的出局啊。九传三可能只有在日本的中央联盟或者是美国大联盟的国家联盟啊，没有，甚至是国联今年也没有了。哦，对对对对，对，国联现在也有 DH。对，大概就是这样哈、哦。然后或者是少棒的比赛，才可以看到这种外野传的九传三，那记录上是滚地球出局。因为这个是三个打数没有安打，打第一球安打出现了，两出局的情况之下，二垒上的蒋少宏要直闯本垒，这球传三垒又传了一个爆传，而且有没有进到休息室呢？这是没有吗？如果有进去的话，三垒上跑者应该是可以再推进的哦。队长出来抗议哦。那三垒审现在好像认定是这球就等于是比赛进行中。嗯，打到这个墙边啊，因为刚好这个我们转播室这边看过去那个角度也没看到，对，所以可能要再透过重播镜头来看一下。不过刚刚郭天信第一个球打到一个曲球，是一支安打，那龙队也已经先持得点。这球陈晨威传三垒，整个传得太高了，没看到。哦。这个球陈冠宇还是投的比较失投了一点。好，透过这个角度再来看一下。哎，换这个角度应该就会比较看得出来。哎，有，好像直接传到那个摄影席那边，是不是？但是有没有弹进去，这是可能比较关键。